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可恶，就算我们大闹过军营，那些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在想他？这次全当教训了。对了，看你下回还敢不敢再冒险。你少说两句，一切等面见真人后再说吧。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再也不下山了。仙侠派内，请勿高声喧哗。凶兽的事情如何了？没想到凶兽肆虐背后竟还有这般隐情。七情虽可悯，但他终究还是夺去千百生灵的性命，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除去华流，实乃将其自凶性中解放，你们切莫再因此而有负担，尤其多谢上神相助。分内而已。刚刚传来消息，有凶兽在辽东重镇的运河中出没，我即刻前往。那不就是在……还不快谢谢真人！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指点。儿女情长固然珍贵，但修道者理应以天下苍生为先。是。晚辈悉听教诲。那我们这就去卢龙府去找小去除凶兽。是去除凶兽。对对，去除凶兽。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，总可以吧？妖怪的东西，难道与他修炼的功法有关？不管怎么说，妖物能除去就好。我们去向巫先生回报此事吧。
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唉，落花有意。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啊。这地方虽然地处边塞，但还挺热闹的。小晴家在哪儿呢？晴妹他们是马车，我带这个。从新峡派到辽东，少说也要走十天半月。我们欲行而来，自然要比他们快上许多。你就算现在找到晴妹的家，也见不到她呀。哎，对，我脑子急糊涂了。晴妹的兄长身份不一般，上次救助矿役时时间紧迫，未来得及详细打探。如今晴妹他们还要许久才能到达，我们不妨多打听打听有关白家的消息，然后找个落脚地方养精蓄锐。不知道和其他孩子一起玩，真是块好铁呀。力的每一锤可都不是白打的。看看，天天的就知道读书，真是块好铁呀。孩子一起玩。Thank you.
块好铁。我老力的手艺，我老力的手艺。我老力的手艺，真是块好铁，要还力气活。杨秋那孩子身世可怜，我家要是争个八子。杜老板家的千金这两天和杨秋走得很近呢，要是能傍上他家，那可真是吃喝不愁了。开张以来，讲求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，布匹面料均是本人亲自进货，绣工精良，欢迎各位选购。本店自开张以来，讲求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。东西也太多了，就少事儿少把眼。你听没听说过？长白山那边有一座灵泉呢。灵泉？世间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日后若是有暇，定要去瞧瞧。来瞧看一看喽！
竟有如此神奇之处。日后若客人看中了什么，就跟我说。要是我，就买绿色那把。还看中什么，您就告诉我。中了什么就跟我说。世间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日后若是本店自开张，你们快看牌楼那有卢龙君把守，应该就是白府了。哎哎呦，我们此行是先查探城内虚实，你先别轻举妄动。知道了。这要是出了人命可怎么办呢？我得好好品品。哎，情之一字，愁煞个人哟。喝了几杯来着？二、三、五、六。不错，不错，快练成了。情之一字，愁煞个人哟。花了1500文呐，肉疼。帮隔壁三婶洗衣服，检查小宝的功课，给白家军营送柴薪，替王伯看炊饼摊儿。我想想，还落了什么事儿？要不是小宝昨日忽然跟我哭闹，我都快忘了他还有个爹。
天。就那孩子身世可怜。最近林明怎么这么……我的儿子今年都25了，不讨媳妇儿也不上工，只能靠我摆摊养活。等我老了，儿子可怎么办哟？哎呀，愁人呐！丰富吗？世间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日后若是……民以食为天。不知道这个月的工人还能不能招够人数？可终于下职了。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，夜里老是睡不着觉。儿啊，咱先坐。最近刘明怎么这么多呀？带你去苏二姨家学绣花。太感谢了，我听说铁匠铺、药铺、客栈、卢龙君好像也在招工，但是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。要我走也容易，小娘子知道该如何办吧？
算了了我一桩心。今天娘带你去苏二姨家学绣花。最近流民怎么这么多呀？儿呀，咱先坐。哎呦，这一年呢。包子。这条运河便是凶兽曾现身的地方吧？奇怪，凶兽既能蛰伏于水下，那码头附近的百姓应该更警惕才是，但为何他们看起来也并不紧张？马头三排。